奶奶，您回去了，那这个家就没人疼。大梅子，以后啊，你的性格也得收一收了。你那个后妈也不是个善茬儿，你爸彻底的被他拿住了。都怪小姨。太冷，他们还是没缘分呢。你呀、啊，已经是嫁出去的人了，你爸以后啊，还得靠他伺候。你往后啊，就少给他找别扭。不过啊，他要是再欺负你呢，你发电报给奶奶。奶奶呀、啊，照样回来呀、啊，收拾他，啊！放心，奶奶，以后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过各的。这样想就对了。奶奶也不在这个家住了，你也该回婆家去。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总在娘家住着。也不像话。嗯，知道。小陈儿，哎，去柳碧云单位。哦，好。奶奶。大梅子，你到车那儿等我吧。哎，自己的家庭，那是我想要的家吗？碧云啊，你也真够心狠的，家也不回，让天怀啊整宿整宿的不睡等着你，我就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。你这是逼我走是吧？妈，我没有逼你走的意思。我不管你什么意思。月平呢已经走了，我这就回老二家去。大梅子，早晚啊也要回婆家去的。这个家啊，你看不顺眼的这几个人啊都要走了。以后江家啊，就你说一是一了。我可跟你说清楚啊，你要是再跟天怀置气的话，你可就没有台阶下了。哎，我就不知道啊，你给天怀吃了什么迷魂药了，让他死认你。我可不愿意啊，看着我儿让别人拿捏的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。我不管了，你回吧。我不管了。别送了，我自己走。
们都走了。饿了吧？我去给你煮碗面。没考试考得怎么样啊？这考的什么玩意儿啊？学校学一遍，补习班学一遍，你猪脑子啊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跟我一样，就不是学习的料。干脆，学也别上了，明天去砖厂干临时工吧。还有半个学期，我肯定会进步的。进步一点有屁用啊！那考不上大学，不照样打零工啊？我不想打零工，我想上学。我这都是为你好，先去打零工，把身体练结实了再说。到18岁，我教你开车。我告诉你，不管什么年代，最饿不死的那就是有技术的人。你别看你老爸啊这副德行，那开起大卡车来，没有一个人敢跟老子叫板的。往上学，轮不着你想不想。就这么定，明天我到学校去给你退学。爸。我求你了，你别给我退学。做饭去。这次的模拟考试啊，大家的成绩都不是很理想。虽然还有半个学期，但是高中的名额是有限的。就以这次的成绩来看，咱们班有一半的同学啊，都不能够推荐上高中。哎，李斌，咦，干嘛去啊？通知我演出。演出好事啊。怎么，不高兴啊？剧院演出没我，下基层下场矿却想起我了。啊，去吗？当然去啊。笑什么呀？我生气不是因为演出环境，是他们太欺负人了。晚上我去纺织厂，今天没做饭，你凑合吃点吧。好。爸妈。啊，那个李斌今天上课的时候晕倒了，他爸把他接回家了。他回家了，没去医院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把他接走了。你赶快去演说，我去找李青山。你放心，李斌交给我了。
怎么了？哪不舒服？走，去医院。不去医院，去医院花钱，我不会让我退学。哎呀，我会跟他谈的，你必须去医院。